僵直性脊椎炎案例。谢先生21岁，住加拿大，大学毕业后读硕士班，但因病休学，患病半年多，医生诊断为僵直性脊椎炎，背部严重弯曲，胸部疼痛，手脚冰凉，无法久坐。2012年7月29日当晚，接受原始点全身按推，因不能俯卧，改用侧卧方式，按推与温敷交替3次，约1.5小时。痛点偏重在上背部至荐椎之间的原始点区域。按推完毕，发现背部弯曲已明显改善。嘱咐24小时温敷，远离寒凉食品，并大量饮用姜汤。7月31日上午，接受第3次按推。谢先生主动要求俯卧，按推力度稍加重，患者仍能承受。全身按推与温敷交替3次，共约1.5小时后，痛点的疼痛程度减轻，全身舒畅，身体更直，头部的抬起度也明显改善，患者重新拾回笑容。第一次按推，第二次按推，第三次按推。9月份，谢先生回台湾到基金会接受辅导。2012年10月15日、10月29日，经过将近3个月的按推，并配合运动、温敷、喝姜汤等，持续不断，身体状况明显改善。2012年11月1日、11月3日，在2012年11月26日开心地回国复学。